牵你的手呢，从来没有这样要求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想要压岁钱吗？我们两个压岁钱都在里面。什么时候存的？姥姥回去之前帮我们存的，她说让你替我们好好保管。有个东西给你。啊，你们俩想吃糖吗？我出道题考考你们，你们答出来我就每人给你们50颗糖，答不出来就把你们今天收的红包给妈�妈。好，来吧。把八分成两半是几？四。四给糖吗？你们答错了啊，这个糖不能给你们。那是多少啊？零。一直要求答出来，你有没有说答对呀、啊、妈妈，这50颗糖我们不要了，给你吧，都送你500薯吧。哎呦我的妈。回来了，我让你买的酒呢。你不是说不管老板开价多少都要杀他一半吗？对呀、啊、我问老板酒多少钱一瓶，他说80，我说不行40，老板说60吧，我说不行30，老板说那就40吧，我说不行20，老板说30总可以了吧，我说不行15，老板生气了说干脆我白送给你算了，我想了想说不行你得送给我2瓶，老板生气了让我滚了。哎呦我的妈。今天有同学跟我聊天说他家住的是别墅，那他们家一定很有钱。难道我们家比他们家还有钱？为什么那么说？我们老家不是有一棵梨树和一棵桃树吗？你说你这智商肥谁呀？都说女儿的智商肥爸，你爸读书时一直是班里的尖子生，而你呢永远是垫底的那一个。按照遗传原理你不应该这样啊。妈，有没有可能是基因突变随你了？你可别那么说，他可不随我，我可没那么笨。妈妈，你是不是在暗示我，我不是我爸亲生的？妈妈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考了满分？我说的是好消息，不是奇迹。那考得如何呀？一团糟。我看你老师在群里发你踢球的视频了，你球踢得那么好，为什么考试就不好呢？因为踢球有人配合呀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说的好消息是什么呀？我不想说了。出个题考考你们呀、啊！唐僧师徒四人死了一个，还剩几个人？还用问吗？4+1=3呀、啊。不对，零。4+1=0啊？你是怎么算的？唐僧死了还有人吗？小朋友不应该撒谎，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从来没撒过谎。那你是乱干也爱我呀？你看到了吗？你就是属于那种学习不行犟嘴第一名的人，以后再给我撒谎我就把你屁股给你打开花。敢这么打，敢那么打就那么打，但是我向你发誓，等你有了孙子我一定要向你的孙子报仇。哎呦我的妈。妈，你给宝宝，宝跟他说 你先出去吧。有你是我的福气。你们觉得妈妈的脾气怎么样？说实话咱可不能生气哈。说就行。脾气来得太快太暴躁，应该改一改。你们知道在我没结婚之前我的脾气有多好吗？别人骂我我从来没还过嘴，别人打我我也没还过手，属于那种三脚踹不出个屁的那种。那现在怎么完全变样了呢？可能是屁盖多了吧。哎呦我的妈。你俩看什么呢？吃啊，不是整天咸菜不够硬吗？这个够硬，一人一个吃吧。哎，这个不够硬，吃自己的，这是我的，吃吧吃。呀，晨晨回来了。
你们每个周五不让我在幼儿园睡觉，老师一点都不好，我睡觉的时候老师都不拍拍我。老师不可能像妈妈一样的，他得照顾很多小朋友，你要听话。要是老师和爸爸换换就好了。这怎么办啊？让妈妈每天上幼儿园陪我，让老师回家陪爸爸。你要去看电影，他要去游乐园，意见不统一怎么去啊？那就先去看电影再去游乐园，或者先去游乐园再去看电影。可以。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答对了咱们就去。问吧。假如我们三个在路上遇到一只狼，你们会怎么做？只有跑，没有别的办法。不用怕也不用跑。你太天真了，狼是会吃人的。这不是有妈妈的吗？老虎肯定打得过狼啊。不行，这个回答我不满意。我是人，不是动物。那换一个吧。怎样用一句话既赞美了自己又表扬了别人？我们妈妈喜欢讲各种各样的话，想得最成功就是我这个校花。哎呦我的妈！满意吗？走，出发。妈妈，你难受吗？妈妈没事。妈妈，你喝水吗？谢谢宝贝，妈妈不喝。妈妈，你可千万不要就这样走呀。啊，放心吧，妈妈走不了，能扛得住。扛不住怎么办？别问了，行吗？你先出去吧，能不能扛得住全在你。妈妈，你可千万就不要这样走了，你走了，我爸就给我找个后妈了，这样我和我哥就完蛋了。哎，儿子，别光吃菜呀，吃个排骨。那我吓你儿子？那当然了，我就指望他了。那不指望他，还指望你啊？我们家谁说了算？我啊。以后他娶了老婆还管你吗？还听你的话吗？儿子，以后你娶了老婆管我不？听我话不？那跟老婆过日子肯定得听老婆的话。别吃，一个都指望不上。哎呦我的妈！算命先生都说过，这回是上上签。那我帮他念了啊，说好咱可不能生气。嗯。鸡屎也造句。我的妈妈去十分，鸡屎也要。我什么时候去十分了？我又不种地，我要那鸡屎干嘛？吃啊！我就说你脑子有毛病吧，这都敢吃。你用错词了，是鸡屎，不是鸡屎。重新给我造。我的妈妈即使不化妆也很好看。对呀，这样造多好呀，我也喜欢听。我的老天爷，我很痛苦，这哪是造句，是造谣，惩罚我吧。哎呦我的妈！晨晨，你英语成绩出来了，你很牛啊，你考了三分，用脑了吗？没有，用的笔。妈，考试不及格不是很正常吗？哪里正常了？我又不是外国人。这是理由吗？你就对了一个选择题，你告诉我三分能干什么？斗地主。哎呦我的妈！你是要气死我的节奏吗？这不是节奏，是前奏。妈，你是让他自己念还是我给你念？你给我吧，我自己看吧。算了吧，还是我给你念吧，我怕你把这个本子撕了。那念吧。用不仅而且造句。我的爷爷爱养花，不仅养了兰花，而且还养了笑花。哎呦我的妈！优秀，闺女，你真优秀。你这样写，你爷爷比你优秀。让你造句，不是让你造谣。以后不懂的词不要乱用。赶紧进去吧。
一共到了两个，还有一个呢。我的爸爸很有钱，不仅有美元、欧元、人民币，而且还有明钞。你爸爸是人还是鬼啊？你知道还问我？我知道什么呀？你给他打电话的时候问他都几点了还不回来，又去哪里鬼混了？